各位好，这是我的泰斑龟。那之前买的时候比较小，比较小小苗，它是也是在水苔里面种的，它真的很小。那想说，我也怕它种不活啦，所以我先把一只我觉得我比较有把握的一个，一样用那个黑的火山石去做一个水培的一个动作。好，那我直接就把它拆出来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该要让它换换环境的。有点残忍。好，你看一下，就是我不知道是黄斑龟还是泰斑龟，我忘记了，应该是泰斑吧。好，你可以看得到它根还蛮健康的，因为那时候。买回来是要跟这一点点而已，那这也是主培的啦，因为主培的真的比较便宜，啊，如果是切的话，我可能买不起。好，等一下我会把它进行一个换盆的一个动作。那现在的话就是，会把它放在这个。好，那我先放好了，就下面一个是一个发泡炼石，再加上火山石。看得到吗？好，应该看得到，它已经也是要抽芽了。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下面我还是一样放一些树皮。